车来啊！各位旅客，请跟着秀清姐上车。来，超酸的便当，过期的报纸，烧的鸡仔面。各位朋友们，要跟快一点哦。等一下，当你听到哨音，你就要赶快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了。我们要收操了哦，还没哦，还没哦。要跟着秀清姐哦，要跟着秀清姐哦。哎，俺不是讲对哇？哦，真正。有坐好不好？这是练衣啊。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们一起调整一下我们的呼吸，让人家知道我们是能静能动的。对。哦，好舒服哦。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下腰部的伸展，右手抓，左手往上，往侧面。好，伸展一下你的腰，延展一下你的脊椎，换手，记得先往上哦，延展你的脊椎。好，我们再往外侧的方向。哦，我感觉我的西装快要破掉了。来了，肚子跑出来，挥掐来啊，十指交扣，肚子收进去。我们伸展一下背，好，打开手，抓住椅背、椅脚，好，推出去。伸展一下我们的胸，深呼吸，眼睛可以慢慢的闭起来，再打开，站起来，坐久了脚会酸，对，我们跟着秀清姐来，你走哪到哪里，我们就走到哪里。他听到哨音，记得要回来。嗯，他好像说火车不能摸，他好像说哪不能摸，有喷水，喷水不真。小黑生气了，你有回到你的椅子上吗？连小黑都很兴奋，好舒服，慢慢的吸，慢慢的吐，感受一下我们北投车站的魅力。对，而且空气真新鲜。接下来我们来伸展脚了哈，右脚往前伸，屁股往前坐一点，手放在你的脚尖或膝盖，背打直也可以放膝盖哈。我可以，我可以。好，换脚。我们这个是伸展腿后侧。我很能听。他记得背打直哦，哈。身体再靠近他一点，就像你看到你的爱人一样。啊？来，脚跨上来，手抓好椅子。我们来伸展臀部，来，身体慢慢往前靠。把这个脚要压下去哦，哎，要压去。好，换脚，华丽的换脚。好，慢慢往前哦，背打直，伸展一下你的臀部。怎么这么好听啊？我们站起来，站在椅子旁边，伸展一下大腿前侧，脚跟贴着臀部哦，哈。哎，然后把你的手试着慢慢放掉，延展它。听得稳吗？听不稳的人可以抓着椅子。好，我们换到另外一边，慢慢的哦。要若无其事的把脚抬起来，要很优雅的，很优雅的。啊，记得脚跟贴紧臀部，好，肚子用力哦，延展脊椎，来，手往上，来，右手往上，再拉长一点点，就像这首歌一样，慢慢放松，跟着秀清姐走。各位到台北的朋友，台北车站已经到了，请要下车的旅客赶快下车。记得你的随身物品要带走哦。你常别给你绑了你牛长舞，欢迎您下次再搭乘，慢慢回到自己的椅背后面。我们跟观众朋友说声再见，升降机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拜拜，我们先回去了，我们先回去了。